弟，你说实话。你冲吧，怎么了？这边水都被吸干了。好。这里冲到这里去。Thank you.
这种地方叫什么？好吧，过来，在一个建筑的正当中。
香。谁呀？哦，是的。他不是故意是吗？我的尾气吗？Sorry.
就是意味着是说，那个母区在伺候病人，我就该去干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等我，等我，管我呢你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管我，听我。这个手别放在上面，更高一格去。往前面滑啊！这个手放更高那格去。
就不要从这边过来了，这边都是封掉了，你翻来翻去的。